这么久了，我们终于见到了。我此次来是为了与你完婚。不，我要将你带回去。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比赛现在开始。恭喜恭喜，你到底想干嘛？走了你。我不都说了，适应这个速度就好了。晕车而已，你不会晕死了吧？别吧。哦，对不起啊。这泼天的伤痛怎么都是你的呀？此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同吃同住也行。你是来兑现同吃同住的承诺的？哎呀，烫烧没有？在等我吗？等着跟你算账呢。蓝将军觉得在这里施展不开。童南喜，二位还有吗？我有没有你不清楚。我只是想伤害你的身体，可他却把你的心都给弄碎了。是我还是他？是对他的背叛。可是我们应该是朋友。抱歉，若我把你当成了朋友，那便是对他的背叛。你只能选一个。够了。从今往后，你在哪里我便在哪里，再也不要分开。我不过就是一个活着的画像。一生之数，离婚池水可换。如此欺侮，你们得还啊。你是谁啊？怎么和我长得这么像？